好的，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是3月5号，也是我们开服的第七天。今天是这个宝石榜，我们已经传完两次功了。今天这个排行榜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悬念的。现在我是第二名，第一名他原本是120,000，对吧？他提升了20,000战力，这个宝石提升20,000也很困难的。今天我估计至少要花个5-6千，就是5-6万的这个玉啊。这个玉的话，我们要花5-6万，我估计才能超过他。我这里有11万的玉，所以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今天的打算是这样的：今天打算少充一点，充3个68，拿一下这个2000的奖励。等到之后，他需要我们充值的，哎，比如说有那种单日要充5000的，我们再多充一点。剩下的我觉得每天少搞一点，一个是我们，对吧？长久之计，玩的时间长一点。有人说要关 BGM 是为什么呢？好了，现在来充第一个68。我这里有一个信用卡，它不支持。今天啊，我找回了我这个7963的信用卡。哎呀，储蓄卡走起。好，第一个68终于充完了。大家周日晚上一定要记得来哦。周日的晚上，我们送一个耳机，送一个500块钱的耳机。说到做到。来，第二个68。好，再来一个68，第三个，怎么连 BGM 都没有了？花呗余额不足，和你一样，前两天刷太猛了，刷完了。这花呗它就不给够的，真讨厌。我的 BGM 呢？头疼。我重新进下游戏啊。这个花呗还吗？不打算还了。好，进游戏先领取一下这个剑灵珠，这个剑领完升一下这个玉玺 ，OK 啊，宝石升攻击护腕武器，好的好的，凭本事的话为什么要还？然后这里转职可以做完这最后一个了，因为我到了86级，完成转职就解锁新的一个这个什么，哎呀，就是那个符文，物防1%，法防1%啊，增加1%属性还可以的。这里哎，第三个格子就来了，第三个格子我们之前这个狂刀乱舞买的这个符文终于可以用了。来激活一下，激活之后立刻使用，它是加了4000战力，它是这个次数增加了，同时冷却增加9秒，冷却增加7.4。哦，升级之后这个冷却会 CD 会减少，然后这里今天还买到一个这个血影狂刀，这个也可以升了，今天自己在那个商场里买的。168召传功，谢谢小黄图，这儿一键升级一下这个技能。今天我们有机会把这个等级升到88级，如果我们能升到88级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副本的第一次首杀，对吧，拿到这个神种副本的首杀88级。我真的很希望我第一个到88，因为他们今天我看一下87的有没有，86的有很多，87的有一个饿了到了87，我就希望我能比他高一级，但愿我能做到吧。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今天下午那个擂台叫做神都擂台，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我很后悔没有去录制这个神都擂台。来了一些新的人，就是不是我们这个服的，他这个名字彭于娇、魏楚静，他们这个名字应该是默认的，系统默认的都没有改。然后这两个人其实还挺厉害的，他们有的等级是90几级，所以应该是比我们开服提前了至少个5-6天，对吧？这是跨服的神都排行，然后前五当中就只有我妄图一个人，所以是很牛掰的，就是很爽，打架很爽，然后也需要操作去保住这个第一，而且之后这个大佬可能会越来越的多，不一定我就能一直当这个第一啊，不一定的。头一凉了1314，你这个字幕头可还行。哎，为什么又没有 BGM 了？切换一次就没有了吗？然后今天我充了3个68，我们算一下还有多少到2000。648×3，差56块。来，我们要再充一点，凑够每天2000的累充，这样就可以找这个客服要这个礼包码。然后充值来一个68，就够了。哎，支付失败，这怎么回事？重新买一下。哎，这个信用卡又可以用了，
是因为648不让用，648太大额了，然后68的就让用是吧？啊，好奇怪。好，不管它。好，每天2000的累充这样就够了。然后这里元宝领取一下，每天这三个。咱也不懂。哦，他非要一个月充。哦，对啊，有个单笔2000的。我忘记了。来，时间投资。68充多了，因为大家只认648，648是个整数，你们不知道吗？充2000的话大家没什么感觉。2000反而大家觉得和科技没什么关系。偶尔来一次5000的啊，很爽很爽。但是648还是主流，团子要求用我传功。恨别鸟惊心。今天有四国吗？一会儿看。今天晚上没有，要晚上11点12点才有。啊，这充值搞的人心态好崩啊。应该一次性就充完的。之前的榜都拿到了吗 ？Yes， 都拿到了。好的，烽火还剩3分钟。千万现金今天看一看有没有机会提现。我们还差23块，就很烦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先把上面的东西先做完。宝石战力基础的奖励先领完，上面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先领完再说。元宝、宝石 ，OK 了。周一狂欢领取2个，每日累充领取，又有一个龙珠。这个龙珠我们激活一下，就有6个龙珠了。这个是负面效果，持续时间减少6%，减控的挺好的。每日限购买下19块钱，修罗传功，再来个71块的。哎，高级什么这个图鉴卡，也不知道开出来是什么。宝石白羊有神石。然后有宝石白羊有神石吗？哇，有个黄泉神石，这个有点厉害的呀。这个神石我还是想不太明白啊，就是这个鹿皇，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他为什么就有2件这个金装，还是没有想明白，头疼。然后小浪蹄我看一下，观察一下自己呀，要打开角色属性，只能这样去观察自己吗？高级属性。物品啊，只能在这儿观察自己，对吧？哎，等一下，我怎么有那么多金装？哦，我明白了。哦，这个金装和那个金装还不一样，这是九霄的，我知道了。哦，是九霄的。然后这个护腕是升级到这个黄泉了，就这个护腕是黄泉，剩下几个也是金装，但是九霄的金装。我这样就明白了，我蠢了。对，他一个黄泉，一个九霄，我现在才弄明白。鹿皇。给自己都发了黄泉石，怎么并没有？来，2级防御宝石，这里好多箱子的，汗血宝马2个啊！每天晚上我都会把这个汗血宝马清一下，然后每次都是这个高级铭文宝箱，足见妄图的用心良苦，对吧？该做的东西一个不落。其实这个游戏也不是特别的干吧，就是想让大家表扬表扬我。哎呀，今天剪视频剪的不容易，所以亟待表扬，是不是？这个就第一件就啊。两个黄泉装备加属性是吧？对啊，我好像再来一个这个装备，就再来一个黄泉，有2件套会更厉害。来，把这红包拆一下。红包？我不刚不是开了红包吗？没有。在这儿。还有1分钟，准备去召唤这个 BOSS。上面还有7日登录，领取一下。银亮时装啊，青蓝罗锦永久的。然后这里我警告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很快就下播了，我们8点多一点就下播了。今天非常的短。妄图警告来了，然后这里免费起伏一下。元宝，你看，第一次起，哎，第一次起伏是给了多少？给了30的元宝啊，那其实给的也不多，我们就拉到15块钱。好，不拉了。567传功，暴击日今天是2个，今天特别的爽啊！这个神语2900个神语，终于可以用了，终于可以用了，来直接暴击，走你。虽然我很短，但是很壮，这里升一级都很不容易，但是升一级能加很多战力，加了4000，这里差不多吃了900个翅膀，才加了4000战力，90别做，直接100做。哦，好的好的，别人给我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一定是很重要的，就是跨服，哎，去挑战一下这个 BOSS， 又加了4000战力，再来啊。这个石阶的羽翼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锁，这干净利落就完事了。视频不一定要长，但一定要精华。
好，再升一级，下面一级升不到了，但是现在也可以先用了，把这个祝福值拉得高一点，16个16个用得好快啊。然后另外一个暴击日，看一下是法宝的暴击，法宝也有很多的，有1800个，先给两个单整起来，然后这个太乙金晶升一下，再来进阶，这个值得直接能进阶到九阶的，九阶是什么鬼？加油，这进阶也好慢啊，我们这葫芦是有2秒的眩晕的，超级厉害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法宝的技能是什么时候触发的。哇，9级通灵宝玉，贾宝玉来了呀，有特礼包，好的好的，待会儿买，先升级。我们现在是有13万的玉，哎呀，13万的玉，宝石我估计就加个2-3万，宝石真的是太难加了，再加4100就没有了，就升了1星，好嘞。然后这里特惠礼包买一下，特惠礼包给的是这个翅膀 ，OK OK， 翅膀和法宝都有。哎，这个哎，青铜材料变成15块了，15块两个，白银呢58三个，这涨价了呀，128四个，我的天，这涨价了呀，原先最高一档才是128，现在有188了，有5个188，这个活动变氪了呀，一天比一天氪金，我的天呐。这里有人刚从厕所吃饱回来，麻烦封一下，谢谢。材料多啊，不会看吗？但是现在升一级也很麻烦呀，转职三，我看一下，领取领取，这战役什么的都做完了，好了，领完了，后面还有几个，还有3个，通天浮屠功能开启，哇，要104级才可以激活最后这个技能的这个什么战符符文，狗都不看。我看一下，这个是荣获这个主播亲自给的这个禁言，添加至黑名单。带节奏的竟然还不止一个，看来今天这个厕所的这个供应比较足，你知道吗？啊，已经被禁言了。哇，房管大大手速还是快的呀。然后我们继续把上面的充值，为什么还有个空间啊？这是假的。商城先买一下，进化宝石，帮会烽火。银量，这帮会烽火其实要180的这个元宝，差不多是9块钱一个，也不便宜的。银量搞完，别的就是这个玄冰迷路、浴火星源，这个先兑换的吧。组队进来啊，这个何必自讨没趣呢？这个就喜欢被侮辱，我知道的，有一些特殊的倾向，对吧？叫做 SM， 特地来这里体验一下这里。今天充的这2000充上去就是52000，哇！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金蛋，其实今天这个金蛋还可以再考虑再砸一砸，也不是不行，对吧？然后累计消耗金锤商店，金锤商店又有新的，哇，贼爽啊！主播喜欢 SM， 那肯定啊，我喜欢当 S， 对吧？然后这上面这个副本 BOSS 哦，已经可以出去了，赶快出去做我的这个押标，宝石折扣全满了，那可不。还劫车，劫车还不限次数，来直接押运宝物车，这都没有时间去劫别人的标。王座群主，这个金装有5件，领取10件金装，何时才可以达成？哎呀，好烦。然后我们拍卖应该是有东西的，但是哇，3阶的不是我这个职业，这是淋雨的淋雨玄霜，这几个令我也不需要买，15秒，让了让了让了，宝石折扣。哦，宝石有折扣吗？宝石有折扣，宝石有折扣，搞到8级让陆皇绝望，不可能的。这8级你想当然了。哦，这里有宝石，哇，这个免费的宝石要搞呀。限用次数6，这个好便宜的，3 6 18，20块钱哎，全都买了。3级宝石，6个用完了。5，这个是60块钱，4级宝石，5个。然后5级宝石有3个，哇，5级宝石就45块一个。我很想知道7级宝石多少钱一个，你看160买2个这个6级宝石，太烦人了。但是这些宝石我现在不打算提升我的这个战力，我知道这个划算，我之前商城里直接买了很多，那个肯定没有这个划算啊。然后这锤子也顺便买了吧，这个锤子应该要花1000块钱啊，果然1000多块钱，这25×27就700-800，然后这里再来400多就1000多了，又可以砸金蛋了呀。来，累计消耗没有了，幸运金蛋862，哎，直接砸吧，这个车在运着，不管它，开始砸。 VIP 9还差多少？
哦，对了，说到 VIP 9的话，那个客服说到，我 VIP 够了，所以他给了一个那个新的激活码，是一个累充50000的激活码啊，超级爽！特惠买了吗？已经买完了。我这里又有这个元宝，用一下。哇，好多元宝！哇，好多999。浪子邀请我传功，大哥你来晚了呀，今日不再提醒，谢谢。来晚的人不配传功，拍卖没有我想要买的东西啊。50000累充给什么？我们一会儿去兑换啊，我们先抽完奖。又看到那个九霄神石，感觉啊，我有个感觉，我们今天不会这个金装就齐了吧。我看一下这个排行榜，排行榜给的这个金装是黄泉神石对吧，黄泉神石，我先想想啊，黄泉神石哦，到不了，但是左边的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到的，我再抽30个石头，这两个套装就够了，就是6件套。然后右边这里九霄神石在打造一个这个武器，他们说这个武器更给力一些，挺厉害的。然后今天就可以有8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达到的。你们想不想要？想不想要8件金装？想要我就抽到抽够，抽不够的话我就再花钱。陆皇说要跟我抢宝石吧？哎呀，我不是质疑他的实力啊，就是我已经无心抢榜了。他真说要抢榜的话，那也不至于说前面6个榜全都让给我了，对吧？又是一个九霄神石，想要搞起，好的好的，妄图妈妈满足你们，不想，哈哈哈，你们中出了个叛徒，哈哈哈。好了好了，妄图刚其实今天又来晚了2分钟，就是在沙发上睡得太爽了，我。就是6点多一点，然后睡了一下，哇，王者宝下给了560000的经验，爽，继续去押运啊，不要难办法。好了，王者宝下吃一个，好多卡包啊，给我个 LV 的卡包，再来，宝物车走你。妄图妈妈是指谁？不指谁，大哥给一个宝物车啊，来了，浪费了我4个，还是有点肉痛的。2元宝，不先搞宝什么不？宝石留着最后2分钟，最后5分钟吧，最后5分钟出榜，继续砸蛋。今天我发现啊，这个千万现金好像和我无缘了，他今天就不给我拆这个红包了，你说气不气吧？来砸蛋，还有500个蛋，还能再抽250个蛋，又是999元宝，那么爽的吗？太乙金晶，多来那种双黄蛋，你知道吗？就有的蛋一打开以后，它里面有2个蛋黄，但我这个彩蛋的话。抽8个里面也有2个彩蛋啊，那就厉害了，又是九霄神石，你看这九霄神石还是很好抽的，搞搞搞起来。神石出的几率有点低，是的是的，这九霄神石我们就盯着它。我估计还得要再花个2000才能抽满那30个，来几个混蛋。哦，又来一个九霄神石，我觉得昨天最屌的一次是一次抽到了2个9霄神石，本身双黄蛋就很难触发，结果他一次给了2个9霄神石，哇，288元宝，这个也真的是老板大气。哎，我想想，哦，又是一个9霄神石，这里是4块钱一个蛋吗？4832，抽一次是32块钱，然后他给288元宝，相当于是14块钱吧，算是回本一点点吧，但是感觉抽288的这个元宝还是亏。给我这个九霄神石就够了，然后抽完我们看一下啊，升级博一会儿再用。今天不知道要几个升级博才够，又是288。昨天，哎呀，今天遇到一个很伤心的事情。今天我去传那个6-1的视频，我觉得我应该是少赚了500块钱。九霄神石又来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视频冲8个648嘛，超级的爽，应该理论上来说，早上发出去之后就有。到现在应该有7000-8000的观看，但是现在只有2000多，为什么？是因为头条说我打广告，又是一个幻影之翼的觉醒，因为那个大秦老板他给我刷了礼物，对不对？我就为了感谢他那1毛钱的礼物，然后在那儿说哇，感谢老板的礼物，欢迎大家一起去哈哈哈玩游戏，对吧？然后这个就被判定为这个说指向就是引导客人去引导观众去做那种事情嘛，对吧？他就会认为是违规的，哎，气死个娘嘞！然后这锤子不够了，我们来出来看一下这个九霄神石有多少个石头了。这个升级波波够什么？他需要3个，我的天哪，大哥，没搞错吧？九霄神石背包里看一下，欢迎大家多去头条
或者西瓜视频看一看我的视频啊。啊，真的很感谢，因为那个平台给我钱给的是最多的。这里有两个觉醒，哎，幻影之翼两个觉醒可以升了吗？哦，果然可以升，两个刚好升，加四千，哎，再加三千不到一点，14个。啊，这什么眼神？怎么不允许直播间有人眼神比我更好？听到没有？这13个传说链又可以合一个，欠，啊，我靠，我真的没有看到，大哥。哦，在这儿，好，哈哈哈哈，我终于看到了。哎呀，不好意思，然后这丹药进阶一下，境界，这个是什么鬼？这个会有暴击吗？这个炼体的这个境界？哦，王之宝匣领取完了，真的是盲僧，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说点我不知道的好不好？来吞噬一下，这吞噬只能升2级加24的战力，现在没有东西做了，赶快绝境花谷，组队进入吧，自动匹配一下。还是期待我玩传奇的。好的，传奇感觉，因为我们这个游戏3月份4月份玩，传奇可能6月份左右要玩一下的，然后年末的时候再玩一下，一年玩2次传奇就差不多了。玩一款不知名的，但是收入还可以的传奇，然后再玩一款这个知名但是赔钱的这个传奇。喊话，快来打这个绝青花谷，带一带你们。暴击日都一个轮回了，这个说的倒是还挺有意思的。哇，这两个人，你们干脆组个 couple 吧，我们就三只进去吧。好，令狐千远，不好意思，还是想看我玩九州。大哥，九州那个游戏真的不好看吗？我不觉得，哎，我那个游戏都玩吐了。来竞技场，感觉可以直接扫荡了呀。这里竞技场给很多经验的，我们反正尽快升到87级，然后再去打这个经验副本。我感觉今天88级很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种错觉。来买5次次数，然后合并次数。啊，战斗状态禁止挑战竞技场，还有这样的奇葩规定。反正又不是真打，为什么不让我打？这里又有一个太平公主，两人碎片加了1300的战力，不得不说还行啊。客厅什么都好看。你这个说的没有毛病，我给你101分，好吧，多余那分算我出的。这里帮会拍卖啊，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我出售的已经出售了一个啊，这是过期了的，没有人买，我的天，出售一下啊，这都卖不出去了呀，我就原价卖吧，能卖出去就卖出去。太平公主比我还骚，我抗议。神种副本今天应该直接就扫荡了，这个扫荡没有问题，就第三张100%嘛，对吧？这个给的是固定经验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扫荡。来12 35 50，这钱花的是真的很心疼，心痛啊。但是他加的那个东西还可以哦，这里这个又可以挑战了，昨天又挑战完了，再领取这个奖励。九州仙剑传是一个就是满图满脑子全都是那个氪金东西的仙侠类的，我真的不是很想再玩了啊，完全不想再玩，不是不想再玩。这里修炼一下哦，等一下，我错了，这里应该有等那个暴击日的，我错了，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再来吼一句，有个红战印用不了啊，大补完没有暴击，好的，十国天王现身了 ，BOSS 我也是需要打的，哎，就我们三个吧，进场可以秒了啊，好的。在他读秒的时候可以挑战吗？哎，当前状态不能参加副本，现在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但是在副本里面也不能挑战，这个规定好多啊。战印这里，战印我们替换一下，替换一个防御战印，好了，替换了一个，加一加，分解一下，等一下，这个红色战印是这个战印精华自动会选择的。来等级5的这个升一升，战役升完了，然后神宠能升很多的，这个很一般，刚好升到4阶，加了800，熊猫50个，有点厉害的，总共升了5级，加了4000战力，这里有90个，哇，好爽，然后再来5个精华。直接2000多了，我的天，3000战力加，哇，这个加的好多啊！剑开挂斧马上看啊！这个我感觉都加了8000战力了，
这个加战力加的是真的猛，那50块钱扫荡一次我也愿意。待会儿接府的时候多叫点人吧。哇，能叫上这个小蛋塔。好，队伍人满了，小蛋塔也进来了，但是他没有，他来了晚了一点点。我们稍等一下，马上去打这个经验副本吗？我感觉直接去打经验副本有点亏啊。一会儿先等等，等我把官府学长国王参拜还有两个任务，帮会任务、日常任务呢，啊，就是这个官府学长一起做完了之后，我升到87的时候，我再去打这个经验副本，也很快的。神辉，这个战印升一下，加的好少啊。步运我看一下，哇，78个。哦，这个还要再去抽这个彩蛋，我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来，彩蛋买起来。我刚抽了1000多块钱，我估计要再买2000块钱的优惠购买没有了，我们直接这里买吧，买个800次，888，玉珠妄图今年要发，花1776块钱买了，86跟70、87打肩负没有差别，我不信一点差别都没有啊，不抽了吧，升宝石，嗯，刚答应大家的对吧？先宝石榜稳定再弄，你们是那种安分型的，但妄图是老不安分了对吧？和大家不太一样，请大家见谅。宝石请9:55再来，到时候我们就冲榜5分钟就结束了，都要做一个超级短的视频对吧？这里大家等一等，我为什么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这个元宝这个玉是在这儿的，还有10000的玉呢。好，888买完了，砸起来。跨服几点？哎呀，好吧好吧，四国跨服是3小时之后开启，现在是7:35，所以我不清楚是10:30开始，还是10点，还是11点，到时候看一看。到时候今天，冲榜结束之后的这个，如果那时候就开了这个四国的话，那就很热闹。我们到时候就去探一探对方的这个虚实，就很有意思。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把这个金装再做一个出来。我还有7000的玉啊，刚花了1700对吧？我看一下，又买那些限购的宝石，还有那个锤子。还有8000玉也不错了，境界升一升，真实使用上限哦没有了，加了1000多，爽。这里还有副本次数吗？我看一下，绝金花谷组队进入一下呀，我又忘记竞技场扫荡了，等一等等一等，待会儿很快我就直接能升87了。情缘领取这个香囊，圆童哦进阶1级，加了900。你们一般是晚上10点还是10点开，还是10:30开啊？有没有知道的大佬指导一下我？金蛋单砸，砸到彩蛋会重置，你说说啥呢？你刚没有仔细看吗？刚才我买888之前那个金蛋就已经砸到彩蛋了，然后最后剩一个普通蛋，然后他让我必须把那个蛋砸了才会重置。你不砸最后一个蛋，你不会重置的。哦，四国是11点，哇，今天晚上又得要干吗？等级第一没有到80，没有到。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到88都很吃力，他应该是差了一大半的经验。又来一个九曜神石，这个本来还打算输一输那个激活码的，就现在砸这个金蛋都没有时间输。11点直播是吧？也不是不行，实际打架要明天中午砍雕像的时候。哇，明天白天我会多录制录制。好了，这个赶快扫荡一下竞技场。好，给340万的经验又多了，然后这里我再把这个雕像啊，官府选场一键完成，就直接升级了，升87。来，1、2、3啊，191。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玩这个抽奖的时候，我抽到了200%，但是后面我这七天玩就只抽到了。我看一下，就只抽到了一次200%，也不知道是这个运气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直播太紧张了，就很奇怪。然后这个效率我看一下，这个经验药水还有1天0.1小时。好，肩负本打肩负的时候，我们把该抽奖的抽了，然后该兑换的兑换码也兑换了，现在赶快继续砸金蛋，还有630个，走你。然后那个 B 站，因为我前一久春节前后不在 B 站直播嘛，然后这两天B 站的那个运营他又来找我说要不要签约啊，小妄图挂机啊，挂着的，肯定是挂着的。他如果进来没有挂机的话，那这个简直就是程序员出来挨大板了。应该玩点流行的游戏，这些都是3、40。
那玩英雄联盟好不好？玩英雄联盟赚不到钱呀。我老王土能够用这个视频赚钱，那就做一做这种氪金的游戏给大家看。反正全网也没几个人能像我这样去搞。竞技场已经做完了呀，兄弟，你这个看直播都不认真，可能是妄图手速太快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们玩原神的一直在捞双单，哇，那很厉害啊！英雄联盟带我躺，算了，我的超能力无处发挥，只能搞一点免费的皮肤来。哦，减少了玩家20%的血量，我的天！能给个10%的经验增益，如果刚才那个是10%的经验增益，那就赚大了，就大概就多赚个50块钱，我感觉。又是一个令牌，这九号绅士已经没有统计了，我们就把这个蛋先砸完，然后再看一下还差几个。直播是图副业，是的，感觉以后我要奉劝大家千万不要直播砸礼物，好吧，不屑于此。你还就喜欢干些小游戏，好的，等我做。又砸到一个九号绅士，我感觉差不多了。哇，又来一个觉醒，要是能再抽一个就可以升级了吧。我不知道之后要两个还是三个，如果是三个的话还得要抽两个。不朽另一丸就是虎将领了，又是一个九曜神石。下个游戏准备1亿的，你让王思聪嫁给我就可以了，这种小事情对吧，举手之劳，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就做到。哦，额外赢2创装备，哎，肯定是要超多，不管什么都要超多。来再砸一下，买10个锤锤，把彩蛋砸完。九曜神，哎，不晕，好了，没事了。来，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升级波波用不了，只有2个。要是能再抽一个升级波波就好了。我这个战力199了，我的天哪！批量使用一下。九曜神是有23个，怎么还差那么多？这个和我的预期不符啊！23个，我们也先打造一个吧。九霄神石的这个打造一个项链吧，项链5阶，5阶加不了多少的，它要6阶才有套装属性，5阶才加2400。199 8978，马上，看来那个就可以抽到了呀！我靠，今天晚上不会还要充钱吧？我待会儿把这个砸完，我看一下，刚才是14个，现在是23个，多了9个，我估计还得要买600个左右，600个锤锤，这个600个锤锤又是1200，又没有了，那我就只有6000多块钱了。再抽7个9霄，啊，这抽不着，这个彩蛋在加着的。87级，你看我还差那么多这个经验啊！这里总共是给了269万的经验，为什么给那么少？我这经验加了，一直在加，加了308、310，刚网络卡了，升级伯伯又来了一次，又卡死了。好的，还好他刚才我卡的时候，他这个经验没有掉，应该是没有掉。320万已经是很给力的经验了，还有20秒，还好我刚才没有点击退出，升级伯伯可以升了。我刚点了2次的，就是升到了，加了5000战力，买锤子会卡，是的，我买个屁的锤子呀，329万经验，大哥给我看一下是增了还是减了呀？这经验是比之前增长了还是减少了？应该是增长了，我记得昨天还是310几万，这里再打一次，有人说宝石超不过的，陆皇有7个7级宝石，哇，听起来好厉害呢。我有60个6级宝石，你说我厉不厉害？陆皇他这个战力我看一下，我还没有追看，160万。哎，这两个很稳，但哇，老坤就和他们差不多，哎，足够了。老坤真的很给力。金脉我看一下，哎，算了，不看金脉了，直接抽奖，抽完这个金装砸。不是千元可以唱完吗？千元唱完是什么鬼？抽多少钱？抽了52000。可能是系统看我最后一件金装就不想给我，想让我多抽一点，然后抽不到的话我只能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又来一个，感觉是砸100个锤锤才会出一个。哦，又来一个，哇，爽，哇，这个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不错。哎，随机事件，又是一个九霄神石，哇，今天加5%，爽，5个了是吧？反正这锤锤是要抽完的，明天这活动就没有了。我很好奇，明天又有什么新的活动？
又来一个。我感觉妄图最近越来越火了，不仅是看直播的人数增加了，传说也来了一个，而且黑子也越来越多了，对吧？很期待。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留着吧，现在要四个生机勃勃了，生不出来呀。好起来了，别这样吧，这个游戏不经花的，你看现在又不给我了，这抽了好多次都不给我了。我有一个觉醒幻影，还行，人越多黑子越多才好。是的，本身就是充满争议，其实也挺好的。如果你要想当明星，这个黑粉的这个谩骂你得要承受得起，粉丝的爱戴你也要能承受得起。又来一个九号圣石，应该还差最后一个。呀，亚麻爹，给我一个！哇，又来一个，给力！我觉得应该是够了的。这里超多装备，来一个超多的。好，抽完了，整整抽完了。哎，还有四个蛋，买了吧？咋玩？太乙金星，还差一个吗？你们确定？生机勃勃，用不了，他要三个银量，用一用。来，打造金装。哎呀，这个还差一个。我的天，你们是真的牛！一件杂弹，再来66个，等一下，再来64个。好，我抽了一次了。哦，有延迟。刚好抽4次，40轮，不是48、32，30个蛋，来一个吧。来了，给力。可以的，可以的。我又多了一个，九号神石，我不爽了呀。来，精装，打到最后一件。加技能减免4%，生命768，768就是加760的战力啊，加9300，牛！这个宝石直接免费升级了，哇！这个一级宝石有586个，直接免费升，但是我不升，我就要给这个鹿皇最后一点这个惊喜，对吧？这嘴开光了，我刚才还以为抽不着，结果就抽到了，真的很奇怪。这里800万，800万银币，随机事件来一个，又降低了20%血量，大佬还玩什么游戏？那是因为有千万观众想要看我玩。你说李佳琦那么有钱还卖什么货，不就是个售货员吗？其实妄图做的事情也是类似的，他是推荐给大家一些实惠又实用的商品，对吧？物免价廉，用他大主播的优势把这个商品价格打下来推荐给大家。那我呢，我把这个筛选过的游戏，好的游戏介绍给大家，但是呢没有办法，有的游戏有折扣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吧？给大家能多低的折扣多低的折扣。但是哇，334的经验还不错，但是有的游戏没有折扣，那怎么办？就给大家多争取一些这个福利。妄图能做的就是这些，可以玩一下银链逍遥。他们说有人说不太好玩，他那个水墨的风格倒是很厉害，而且最近广告打的比较多，可惜了，对吧？我这个有事情要做，没有办法。帮会委托国王参拜啊，直接把这个国王参拜一下。地藏那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样？来，起印升一升。其实破雪刃那个好像不是那个地藏，原先还以为是那个地藏的。哦，这等一下。